主料，猪里脊3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料酒。烤肉酱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把里脊肉切厚片，用刀将里脊肉的两面敲松，加料酒和一点点盐，搅匀拌匀，去除腥味，然后加入烤肉酱，轻轻抓匀，腌制20分钟左右。电饼铛烧热，放入腌好的里脊肉，烧下加热2分钟，翻面再煎，煎至到里脊肉熟透即可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一、没有烤肉酱，可以用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白糖自己调制也不错。二、煎熟即可，不可以过火煎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